Real Eyes Can Carr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兵，欢迎收看小兵的全视线 Transition 快教学影片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环绕转场。转场在全世界的影片当中是不可或缺的技巧。那基本环绕转场，简称环转，有三种：水平头部环转、垂直头部环转、水平侧肩环转。环转的技巧就是锁定自己特定的部位做环绕录制，会让观众有一种绕着自己拍摄的感觉。举例来说，当我正在进行拍摄时，若要使用水平头部环转，我就会使用右手进入左后脑勺结束第一片段，然后再使用左手从右后脑勺出来接回上一片段，因此影片看起来就会如下。其实，在全世界的影片当中是非常 freestyle 的。有 freestyle 吗？你可以从自己的左后脑勺进去之后，再从别人的右肩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比较特殊的方式接，也是可以。这样一来，无论任何地点都可以顺利的把上一段接回来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视线快教学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发问，这些问题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教学当中为各位做解答。喜欢我的教学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小兵全视线 Transition 教学。我们下次见。